美乐，然后我今天在台中，今天有一个小泽的车聚，我不小心就来了。小泽真的蛮可爱的，然后等一下可以介绍一下我借到的那一台很厉害的小泽。没有见过这么多小泽齐聚一台，对，超酷超酷的。然后我们现在是在松竹车站这里，等一下就是会稍微绕一下台中市，然后还会到国家歌剧院那边，大概两三个小时这样子。这里的 Freddy 都超可爱，而且很有趣的是，大家都会有一个放行李的东西。对，你看这个每一个的轮子还都不一样。换一手，换一手。对啊，轮子是可以改的哦。原厂的应该是这种，你看它有这种刀轮的，帅。还有这种的，这种巧克力胎的这种，可能就可以走比较越野的路线。这样子好吵，可以给你看一台很酷的小车。嗯，然后你看它还有飞机板。哇塞，好狂哦！哇，小车车也是很大哎。今天我们准备要出发了，然后我们先分到了几个小队，然后我们来到这个蓝色的彩带，然后他领旗的人就会分小队带我们去。Go go go！ 车底开外 ，Go go go！ 可以可以可以，自己选自己选啊，看你要的。哦，弧形在这里啦，蛮好坐的。后面有个妹妹啊，她也一起骑小车哎。对啊，年纪很小哦，大概八岁而已。这里绕一圈超可爱、超好拍照的。然后这边是有脚踏车道的样子。对。台糖湖滨公园，这是台糖以前的旧地。然后旁边有一个商场，拉拉铺的商场，这里还有 Lady M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右转东方御苑道，那边是一个脚踏车道。它这一整片啊，在台中是有这样子的，一整片的绿园，超厉害的，而且好凉哦。Lady， 我又看到一个很酷的装饰哦。对啊，在这里。还有他的名字。对啊。他叫 Jason。他玩小泽都会有很多不同的造型。对，然后还有袋子。这边是七龙珠全部的，哇哦，好帅哦！我们再往前去边看一下先，这有个还在化身的。哎，你有看到龙猫车站吗？在后面，在后面，在那边。那我们等一下去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去。你有觉得我是有质感的吗？有有有，整个画面都变漂亮了。本来没有质感的我，这样都变了。等一下去审计新村那边也是很好拍照的地方。哇，好想逛啊！这里就是审计新村，这也蛮像台北的华山或者是文
创园区，就是有卖一些像手作用品啊、文青小物啊这种的。然后我们现在骑到了台中杰士乐这里，现在超多人，而且台中杰士乐好大一间哦。现在老板这里有招待披萨给我们大家吃。我们这一次骑小车，我觉得跟中路车很不一样，我觉得很特别。我们可以问几个问题吗？好奇 Birdy 的问题，可以问哪一位？这条是最专业。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小泽的车架都是铝合金的？因为铝相对来讲比较轻，一般我们市售的折叠车有些是钢，那钢的普遍来讲，它有关节，那一节一节它又没办法轻量化，所以钢的小泽就会比较重。我问一个可能很笨的问题，那为什么没有用碳纤维呢？因为碳纤维，我个人可能是觉得有，因为有车厂在做嘛。但某些你如果说关节比较细小的部分，碳纤维强度可能会比较脆弱，它可能需要复合，就是碳跟金属去复合，去做针对这个关节部去做强化。目前比较少。所以铝合金算是一个取的一个比较中间值，它强度又够，然后重量又比较轻。对，非常轻。铝合金的车其实很轻。它的车架也是有分大小的，就是尺寸。哦，折叠车它是比较特殊的，折叠车一般标榜它的尺寸，应该不管哪一家做的，大部分都从140公分到180公分这个 range，因为它的坐感会往上越来越大，就像我们公路车一样，越来越高这样子。可是公路车那是框架是固定的，那小折的那个龙头跟椅子是可以伸缩的。底盘稳了以后，它的上面就往上延伸就好了。所以难怪我在看说，哎，怎么大小好像都差不多。就差在这个龙头的跟椅子的高度，跟你骑的是一样的，也是了解了解。我看大家各个车友的配件都是很厉害的，他们就是也是可以选购自己不同的配件，对不对？它比较像是个性化的，不像公路车，我装这个效能比较好，它不太像，它可能我装这个比较方便。然后我装这个，我方便折叠车可以提啊、抓啊、拉，就是一些个性化，你会使用到，然后去增设的配件。我看很多人也是改装轮组。对对对对，因为追求更好的效率啊。就是轮子是最先改，公路车类都一样。我刚有感觉骑了那个碳纤维的那种板轮。它也算是板轮吗？对啊，那算板轮，惯性不错哦。对，惯性很好，對對對，有差。像这个 Birdy， 它算是比较高阶的小车。厂商在做零配件的时候，在选用料都不会比公路车的差太多，其实都甚至蛮高规格的。技术也是。啊，对啊，因为它算是比较开放式的系统，它可以，你想要装什么变速器，都能装上去。速别其实我觉得不是重点，就是方便好用。对，就是方便。对啊，没错。哎，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它是怎么折的吗？用这一台好了。啊，这台是今年的限定色，而且在折叠啊，展开，这个时候有一个诀窍，一个直角。那这个时候我一只手就可以控车了，我一只手就可以控车，不用担心它会倒后轮。那后轮踩过去，那前轮。那就车这样就好了，很方便，很方便。折叠的话也是一样，折叠的话先折这里，拉上来。哦。扎实。这样子重量大概到哪多少啊？这样子大概在10公斤上下，会比公路车重。但它有关节，毕竟因为车架跟关节嘛。对对对。我最后一个问题好奇，为什么我看 Birdy 设计的车架呢？它从很久以前就有设计一个避震在前面，其他的小折好像比较没有。因为它这个车啊，它折叠，它叫做纵向折叠，它把折叠机构、折叠的接触面做成减震的，所以我人压上去会更扎实。我刚才确实是有感觉到说，哎，有这个避震在骑马路的时候，或是那种颠簸的路的时候，是很舒适的。跟我们公路车是有差的，没错。都会区，对，小钢炮很适合，不错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最后，我觉得它这个车架设计的这样子很棒，很舒适，然后重点是可以坐在那边休息。等红绿灯的时候。对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还不错。拥有车子是个传奇。好，那我现在来看看车友们的分装。
个什么东西。你看这里超多台，因为我们今天的活动，所以他们大家都有装了这个。然后有些人会有小包包啊，饮料的架子啊，大部分都有饮料的架子。然后这里也是，这个也是有小包包，然后饮料的架子。然后你看他们的轮子也都不一样，这个还是有高轮的呢。然后看像这个的颜色啊，也都很多种款式。还有人是用这一种的放在前面，还有这种行李架子。然后看他们的坐垫也有换，你看这个换的这一种皮革的坐垫，这个看起来就是女生的，这个好有质感哦。的颜色，金色配咖啡，就是猫头鹰身上的颜色。然后所以它是小型的猛禽类，所以我就是以那个猫头鹰形象去打造这台车。接下来应该没有问题。好，那我们今天骑完台中这一小圈大概有30几公里，我们现在回到了这个松竹车站。我们今天主要就是骑台中市的一些景点这样子，然后主办单位带我们去了台中几个知名的景点拍照，像是国家戏剧院啊这些的。我们第一次骑小泽，对，其实正确来说应该算是我们的第二次。第一次呢是我们2年前我们第一次接触骑脚踏车，我们的第一支影片呢其实就是骑小泽上猫 空。对，然后我今天骑的这一台是他们最近才刚开始要开卖的新的涂装，就是福音战士的初号机。然后骑起来的感觉我觉得很顺哎，而且我觉得骑小泽的最大的优点就是它非常方便，在市区骑乘啊，或者是像河滨啊，或者是市区要稍微停一下，真的是很方便。而且是它折起来之后就可以搭捷运或者是任何交通工具，还有在放在车子里面小小的也不会太占位置。像我们最近呢就一直在思考说，我们要出国的话要带什么脚踏车出国比较适合。然后公路车呢其实要带出国真的是蛮麻烦的，前后轮都要撑，然后都要泄气。那如果说带小折的话呢，其实它的折起来的程度呢就可以放进行李箱里面，其实算是蛮方便。对，真的蛮方便的。然后在市区内骑的话，其实它就是也叫做小径车，所以你可以感觉到它很灵敏。我们在骑公路车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拐很大的一个，对，才可以转。你想要回转的话你需要拐到，但是你骑这种小折的话，小小的一个轮圈一下就可以转过去了。然后我觉得骑这台车它其实如果说你速度想要拉起来的话呢，其实速度也是拉得起来。对，那如果说想要骑山路的话呢，经过改装其实它也是可以前面做两个双盘，后面飞轮做到34。其实骑小折呢想要改的东西也是非常的多，对，所以坑也是很大一个坑。 对， 对，所以如果你要骑得飞快也是可以，你要多高龟也是可以。明天也是有人要骑小折去武岭，对，超厉害的。好，那喜欢我们的影片，麻烦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，拜拜。